开拆了吧，也不贵，18的。等会儿啊，把产皮来我这儿一趟行。非遗传承人。对，现在像这样绣蹄子的没有了，好多咱们河北人都知道，蹄子就这样绣的，对不对？你像在网上他们评论的南方人，这叫什么了？这蹄子怎么回事？你还得会的，还得打这种蹄子。对，这都老了，走不了。我是看着蹄子绣过的，这绣还没绣好。走了你啊？哇，这么大个肉垫子，他挣不了这个。这肉垫。来，朋友们，进来的没有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啊！咱们200多人了，对不对？给主播一个免费的关注。待会儿咱们弄个压轴的，压轴大戏，晚上9点，配高啊！谢谢关注，感谢关注，感谢点赞，一心平安，一生平安。对了，兄弟。那天晚上配马了，那不是符号了，有人给举报了啊！那晚上配马符号，有人举报了。关直播之后，我下播之后直接就封号，封2天。昨天晚上就拍锅的嘛，拍的嘛，拍的昨天晚上。来，朋友们，进来就没有点赞的点点红心。一，嗨，嗨，嗨。谢谢苏九九的关注。来，朋友们，这绿豆呢？绿豆那个皮没有啊？没有，咱们杜师傅还是一次没挨过踢啊，要不就说是教授级别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像挨过踢的那都是博士、硕士啊，硕士后或者博士后，对不对？咱是教授级别的啊，没有挨过踢的。需要附近的蛇庄附近的，对不对？找不到修蹄师傅的，可以跟主播联系啊，跟主播联系。咱们都有杜师傅到我们家也不远，咱们都有联系方式。朋友们，感谢关注啊！有需要这个晚上，我晚上直播多一点，白天直播少。晚上直播就是看看马匹，对不对？拍个马，秒个马。上午基本上都是赶集，下午基本上都是睡觉。逮着上了吗？逮着了，我困了。再干20年没问题，必须的。男人四十一枝花嘛，不是？你现在还没开花呢。对，我说杜师傅呢。修蹄定长多少钱？修蹄定长的话是马吗？小蹄也好，是马还是驴？那蹄子质量不一样，价钱也不一样。上午去哪赶集？南营，去南营赶集。如果说你也去南营了，没见到我的话，你见到我的小萌修蹄带定长，去，对不对？定长费劲，修蹄简单。定长拿着吹子给你吹吹吹，走走走。哎呀，住了，这大块真过瘾。修蹄多少钱？修蹄100。修蹄100。产道病除。谢谢大哥送的棒棒糖。谢谢苗苗的关注。感谢点亮。修蹄100啊，近的100，远的150。看路费也是，对不对？师傅也要骑着摩托车烧油的东西。他不是说烧水或者骑电动车呀，就是说这样的便宜点。要多的话，咱们就是说可以优惠啊，可以优惠。你像我这修个七八个的，一过来十几个的，对不对？咱都可以优惠。想修蹄子找不到修马蹄、驴蹄的，
可以跟主播联系，行吧？主播的主页有联系方式。咱们杜师傅是修蹄界教授级别的人物，太远的也可以啊，只要报销路费就可以，对不对？来接杜师傅也行，不用接，路费报销就行了。他说去。